北方的特色就是四季分明，那么这个时间段又好，恰恰好是这个冬季，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冰雪的元素，包括这个冬奥的元素，还有城市的元素、电影的元素，有机的融合在一起，让大家有一种这个透射出光影之后的这种长春的人文风情，是这样的一个理念。然后在舞台上来呈现来讲，我们也结合了一些长春的像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网啊，包括长春的这个城市规划馆呢，还有这个一些冬奥的这个雪道的元素，把它有机的融合在一起。